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瑞德。今天呢，瑞德收到了来自一位实况主，一位 YouTuber 寄来的包裹，用牛皮纸袋装的。难道瑞德平时是一位杀手的身份被发现了吗？啊，算了，不管了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里面包裹究竟是什么东西好了。有点重哦，有点厚重。然后看一下红色的包装，瑞德最喜欢红色了。看来这个人真的是非常懂瑞德啊。那我们来打开看一下。Shit。被压坏的18禁洋芋片啊，大家应该对于这个东西应该是非常的眼熟吧？啊，就是我们的实况主老婆，对，他的老婆，对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叫老婆，大家可以继续问他寄来的一个18禁洋芋片，可是他真的是很会寄呀，对，他寄来的竟然是被压成这样的，我敢相信里面的洋芋片大概也都已经。抱歉，我感觉里面的洋芋片大概都已经碎光光了吧？对啊，哦，有了有了，这前面他有吃过，对，因为我们是在玩活动啊，对，就是大家接续吃下去，认的是第二位。哦，我知道，不是，真的不是那种辣，是那个粉卡在舌头那种感觉那种辣。我要点名下一位，瑞德吃我这包洋芋片，好辣。然后有人说这个东西真的很辣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说瑞德是很能吃辣的嘛，对啊，毕竟那个什么韩国辣面哦。对，我都吃完了，是不是？我闻一下它的味道，嗯，有点咖喱味。原来十八禁洋芋片长这样啊！哦，不可食用啊，这个是防腐剂、干燥剂。然后里面的洋芋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18禁洋芋片到底有多18禁？虽然说瑞德今天才17岁啊，先抓一点点，成人像。看到这成人像，就想到瑞德平常有时候看一些特别的网站的时候，他是这样写。你是否满18岁的呢？是否？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全是啦。全国最大的美女聊接待中心上线啦！来吧，啊，哦，嗯，其实吃起来还好嘛，还好嘛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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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是假的。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我这种能吃辣的人，我怎么没办法承受这个东西呢？因为有点干，所以我必须要喝点饮料。好，好痛苦哦！这个一点都不辣，我只是因为刚才吃太大撮，呛到喉咙了。韩国辣面我都不放在眼里，这个算什么？哦，我的眼睛好痛哦！我刚才手有洋芋片，我抹到眼睛了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瑞德的18禁洋芋片试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它真的非常的辣，辣到我现在整个舌头都是。这个千万不要轻易的尝试，是因为真的超辣。好了，就先这样吧。18禁，我17岁，拜拜。这个很酷的食物是什么呢？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少吃过这样的东西吧。这炸蟋蟀啦。